现任的里长哦，国民党籍的新竹市副议长于邦彦竟然现身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红安的肇事晚会现场，率领二三十位新竹市里长浩浩荡荡进场，摆明上演弃保戏码。新竹市一百二十二个里。 七十五位里长，大家数学都很好，算得出来，将近是三分之二的里长来到现场。与邦业带领里长们坐在第一排的贵宾区，往旁边看，国民党籍的新竹市议员陈启源也坐在台下。抛弃林根人的不止蓝营基层，直男新竹工程师周六的开幕赛，国民党新竹县长杨文科比出俏皮手势，大方与高红安合照，一旁还有国民党竹北市长候选人林维洲，毫不避讳 p 上脸书，怎么看都是蓝白河。」 同一天，林根人的造势现场，虽然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与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助阵，但左看看右瞧瞧，不仅蓝营议员只有小猫两三只，连自己的竞总诸位新主事一长许修睿也没到场。网络上还流传一份许修睿的发言，批评林根人错失良机，把自己玩死了，竞选团队很难继续运作复选。 讯息流传了好几天，徐秀瑞透过党部澄清这是假讯息，并强调唯一支持林根仁。想选明眼睛都很雪亮，林根仁脚踏实地，不是谁去站台就可以被掩盖掉的。尴尬的是，周日国民党新主席党部党庆活动，身兼党部主委的徐秀瑞持续不见人影。 参加党庆的人数也只有往年的四分之一。因嘴李正浩就分析，当初议会党团要求中央停名林根仁，如今却第一个抛弃国民党，什么都不会，倒戈最会。蓝银新竹这一仗，让外界看到的是人已走，茶已凉。 哦，国民党在新竹这一战呢，我是不是已经打到有点兵荒马乱了哈？赖文琪打家都的贡呐，挑战林更仁呐，恭维啊这种口吻呐、啊，吼那种语调，龙天还出来的勾一郎嘛，吼，然后林更仁也说他脚踏实地，不是谁去站台就能被掩盖掉。可是哎、欸，国民党的这些人是怎么样对待林更仁的？好，新竹县长杨文科在高屏洞哎，好，现在要选竹北的林维州，在马高屏洞哎，好，这都跟高红安一起同框合照。 也都不避讳啊，通通剖上脸书吼，大概看让大家暗散呐、啊。那你把林根人放在哪里呀、啊，文琪，我讲刚刚讲嘛，就是高红安不想让郭董失望，我也不想让梅梅姐失望嘛。我觉得我们要讲一些真话，嗯、因为正是这种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嘛。嗯、我在这里要先称赞一下林根人呐、啊，说真，已经也就高野，所以他讲的很好啊。战士、嗯、要战死在沙场上，这是我最喜欢的。马革裹尸战死在沙场，<對>结果狼龙只给高洪安一边。马革裹尸气豪壮。 但是我就可是我们在看政治，因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因为就某个角度啦，你说这七十五个里长，我觉得我不晓得高宏安到底。要讲七十五个好不好？卖碰好，就高宏安的这个部分，他自己已经知道他现在在风头上面。他他做每件事，照理讲他要很小心。就是说，不管是不是余邦俊啊，就是他出来的时候，他的幕僚有没有帮他跟，就是一個一个一个仔细，因为每一个都会被挑出来。否则就某个角度，因为这个东西有点像电影投名状，就像刚才佩芬讲。 当我愿意挂名的时候，就代表说你竞价竞乎机会所以这个某个部分，不要说是黑帮，但是就是一个投名状的一个作为。所以照理讲高红安要很小心。可是回过头来，这里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刚才我们讲于邦俊、陈启源、尹思源、基本上都有活动哎。但是我跟你讲，那新竹市党部跟国民党中央党部，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嗯，我觉得这就,就某个角度，这个部分要说清楚、讲明白。在当天对，在当天。 竟然是我们的所谓的朱立伦跟韩国瑜在场，其他的人全部都不见了。你这个东西就让别人怎么看？不然你就要说清楚、讲明白。你为了要拉下所谓的绿营，所以你的策略性是怎么样？不然你就说清楚。你又不讲清楚，就你让林根人去背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林根人是非常的残忍。那现在我要好奇的是说，那接下来选完以后，会不会又传过水无痕、余邦俊啊、陈启源啊，你们是不是又要回到国民党？我觉得国民党就某个角度，你要让人家看得起。 类似的事情确实是不应该要发生，但是回过头来，我当然要善尽我的角色。我觉得昨天有一个说他请了范正中，说被批评啊，你怎么请一个贪污犯，好不好？我不知道啦。可是如果我们认为范正中是有问题的，各位好朋友，我提醒大家，我们的陈水扁是贪腐丁案的，他现在爬爬照，他还说陈时中是踩着一万具的尸体往上爬。 这样的贪污犯都在外面，所以我们搞政治的人就说：你一定要就事论事。所以林根人，我们觉得应该要给他一个机会。那朱立伦在这件事情应该要看快刀斩乱麻，立爱我够小，我觉得你才会让人觉得说：哎，你国民党真的跟以前不一样。 哦，范正宗的部分哦，蛋姐加麻环这个梅梅姐来补充一下啦。不过讲到林更人哈、哦，还有这个于邦彦议长哈，副议长这边，我请玉慧姐来帮我们分析那一天礼拜六的造势晚会。于邦彦副议长，哎、欸，这目前是国民党籍的，好，这拜田爱公司用无党籍来参战嘛？他带了二三十位里长到高洪安的造势晚会哦，边阿马奎用 hip d i a l 现在还有一位国民党籍的议员陈启源人也在现场，哇，那这是怎么样呢？ 除此之外，林维洲、杨文科通通跟高虹安合体。杨文科上次吼、喔，这个高虹安打点题跟他合体的时候，大家就已经讨论一波了。结果现在看起来 l o n 不要 m a 比较劲啊，那载令去偷轮啊，反正国民党现在是怎么样都不演了吗？玉慧姐我先给，因为我们看有图有有故事哈、喔。 那呃，这个是那一天高宏安他在直播上面的截图，<是>这个就是里长的座位区。那也就是我们看到跟着这个余邦彦一起进来大进场的，看起来好像人声势浩大，因为在舞台上面号称说有很多人，嗯、但事实上他们就定一位以后，那截图下来的大概你数呃二十位左右吧，哈、嗯。那呃，其中这一位呢，就是东门里的这个里长。 他清清楚楚的交代他当天的行程，而且他说他根本没有挺高洪安呐、啊，他不知道为什么把他的名字列上去。他的名字被列在荧幕上面的哪里呢？各位请看，他被呃，他被列在这个上面。 是，以是是，最上面那，对，最上面这个哈，第二第二，呃，对对对，汤彦明里长，那从这个荧幕上面的截图，你可以看得清楚，在这一大块呢，这些事实上现在都还不是里长，他们只是里长的候选人，但在这边就已经灌水，那被称作是里长的人数哈，人头，那一起在荧幕上面就是高高挂在高宏安的背后上面，高宏安说，你看这些人都挺我，我高宏安好棒棒，然后再看到。 好，你就算你你这个灌水就罢了。你整个荧幕上面，你拜托一下，你不是号称大数据吗？你不是你的助理只要写错字，你不是就要求他们什么模板要用你的？然后难道没有跟郭董的照片，然后要扣钱，然后要缴公积金？那这些都是错字。那你错字，你怎么会一口气还错这么多字？ 然后这些呢是呃，同样也是也是错字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是当天根本没有来，或者是他们就说他们根本没有挺高洪安的。这些红框框全部都是这些里长，所以高洪安，你半夜在吹哨子。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事实上啊，新竹的里哦、啊，那就刚才如同这个高环所讲，大概一百一十二个里，大概有六十多里哦、啊。沈惠虹的这个会场上面，你都看到了。另外五十多个里是在林根仁的这个宣布当中哈，林根仁说这是他的支持者，两乡一家。 就大概一百多个里了，所以这些所谓的这个高红安所谓带到现场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余副议长。嗯、那他把林根人放在口袋里面的，把它掏出来送给高红安。那这字什么是什么意思？三个字、嗯、叫做蓝白河而且是要。 吃干抹净，林根人要把林根人的票整个抽干，要把它吸干净，要灌给这个高红安。嗯、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高红安那一天他连那个软针都还没拔，冲着就要冲到这个新竹县去跟。 杨文科见面，杨文科难道是是白党的吗？难道是这个台民党的吗？嗯、不是哦，他是国民党的。可是这个呃，跟呃杨文科跟高红安一起去看篮球赛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要选的是什么？他是现在的立委，但是他是国民党籍，嗯、过去也曾经是民进党籍，嗯、但他现在是国民党籍，他要选的是竹北市的市长。但有趣了，高红安是民众党。 新竹市以及新竹县的县党部的这个就是主委，民政党的主委。 那林冠年是他在新竹县当担任主委的时候所提名。虽然林冠年在今年九月、十月的时候因为酒驾的事情，那所以后来他就这个好像被民众党这个开除党籍的的样子。可是林冠年，可是你们民众党明媒正娶说要提名他去主北，可高鸿安，你是新竹县党部的主委，你有跟林冠年一起站在同一个台上吗？我不是说林冠年酒驾了以后被被发现的这个事情啊，被民众党处理了以后。 的是，是在林冠年被提名的时候，那个时候可是今年大概七八月的事。你有跟他站过一次台吗？据林冠年说没有。那高虹安每次去去主北的时候找的是谁？找国民党的，跟国民党的一起站台，站一次不够，站两次不够，一口气站了十几二十次啊、哦。郑菊还跟他一起去去看篮球赛，所以这不就结了吗？就告诉大家啦，我们现在哈、哦。 这个新竹，我觉得新竹市民呢、啊，你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想清楚啊。高鸿安他根本不是在选市长，他现在的身份也不是候选人，他的身份叫做特助。为什么我说他叫做特助呢？他是郭董的特助啊。他说我会努力当选，我努力当选，我会让郭董满意。那你你郭董是新竹人吗？那郭董是新竹人，嗯、你让郭董一个人满意，那新竹人你其他人呢？你就路边闪吗？是这个意思吗？ 那至于宣明志、宣董的部分呢？啊，这个助理说这样子是不是符合宣董的这个期待？嗯、然后甚至于有任何的问题都去问宣董，所以选一个政治人物，他的背后自称两个老板都是企业的老板，那我选你这个特助干嘛？我选你这秘书干什么？所以这是现在新竹最大的问题。过去哈、啊，高雄人。 花了多久？我们每一次那个时候一开始在在嘲笑高雄，每次看到高雄的朋友，哎呦发大财！高雄一开始的时候还会觉得就就跟我们是这个开心的就好,玩好玩，到最后他们是会避免的，不要再讲发大财这个事情了，卖、嗯那个供啊,啊！这个惨痛的经验，高雄人带花了两年，然后把这个标签撕下来，而且很光荣的告诉我们，现在他们有一个两年拼四年的一个市长。嗯、那你们来看看，所以新竹啊。 啊，如果说新竹市人真的要去选一个特助，那来当市长的话，那么仅仅是 all you 啊，那我觉得我对于新主人的佩服会打折扣，再打折扣。 好，刚、哦、才大家有谈到哈、哦，哎、欸，这个国民党籍的副议长带了二三十位里长，好，跑到高宏安的造势晚会上。那另外在林耕仁自己的场子呢，哎、欸，他的竞选主委，同时也是国民党现在的议长许修睿，哎奈 a n 快 n a 这也是很奇怪，已经选前最后的黄金周嘞。好，那我们看到的是高宏安呢，在他的造势晚会上，他还请来了一位，好，这一位是前新竹县长范正宗，他在台上哦，哇，夸夸。 其实好，美林志坚嘛，美沈惠宏，两面美不好，两面美贪污啦，好今天这样写安呢吗？休息一下哦，等一下回来再麻烦美美姐帮我们补充。